人啊人首歌咧，其實係林家謙作曲啦。咁就係我好中意只歌啦，因為佢本身個 demo 已經好好聽，佢自己一把聲一部琴。我諗到呢只歌想寫乜，就係人對一個人喺度問緊，究竟人係咩嚟嘅咧？究竟我哋係點嘅咧？一個人。还是一片云。咁呢，我将呢个 idea 就同阿耀辉讲咗，咁耀辉就倾咗一个电话，佢就哇交咗个好出色嘅歌词。佢里边有句歌词系于出生一刹就皱眉头掉眼泪，跟住慢慢里边，我你遇咗好多，有几多种好人呢？几多种丑人呢？遇到几多真人呢？假人啦，好人啦，坏人啦，超人啦，小人啦，令到你听歌嗰人系会谂到好多。同埋再加上後屘膽粗粗咁問咗李榮浩有冇興趣幫我編，咁佢哇交咗個好 powerful 嘅好有力量嘅編曲咯，係咯，你會 relate 到同人好有關係嘅聲音咯，所以呢三個人我可以同佢哋合作係咯，我嘅非常之大嘅榮幸，好好正。知道要有啲，譬如要啲 wire 啦，辛苦啊，因為真係冇乜 training 啊嘛，即係喺呢方面要攞平衡啊，要做到一啲特定嘅動作，其實唔容易啊，對我嚟講。不過有啲好好嘅特技人喺度咯，好有經驗嘅，都以前合作過嘅，所以好安心嘅。全部都係演唱會又好，或者電影都合作過，好有經，真係好好佢哋，同埋諗方法係點樣令到我會做得順利啲咯。咁所以係好多謝佢哋。三個鐘唔係個鐘數嘅問題嚟嘅，因為有一度係要唔同角度咁樣影我，啱啊，可能跌咗落一個心魔、漩渦，或者一個空間啦，不如咁講啦，一個。抽象呢個空間。唔夠力啦，可能我個 core 即係就算有做運動都唔係嗰度力啊。咁但係要控制住佢，其實有時會上咗腦啊，即係嗰個血壓。咁有啲暈嘅一 part 嚟，但係試下咯，咩都好少拍 MV 要拍到咁都幾得意噶，幾好玩嘅。冇嘅，我信導演嘅，佢係諗嘢好闊，好有趣嘅一個導演啦。同埋我有睇完佢，更加睇完佢部《手卷煙》之後，就更加覺得啊，咦，佢拍啲嘢係靚同埋係有幾有心思嘅。而家暫時唔知道拍緊乜咯。講笑啫，講笑。我都期待睇到個成品嘅。其實我嗰啲舞咧就唔係一啲要 show 線條嗰啲咯。對我嚟講咧，其實都少喐到咁盡情啊。我中意同人玩，我中意同人合作。演唱會係會即係大家跟 beat 個 movement 會停一停，跟住又啊又鬆一鬆，又興奮一陣，跟住即總之一班人一齊做就好開心咯。是有啲凍嘅而家，係，但係冬天落雪辛苦啲，老家。溝到。俾多一條毛巾我。有少少，有少似一條鱷魚咗自己，因為第一次合埋眼一擘大咧，係乜嘢都蒙曬，即係好似鱷魚嗰塊膜啊咁樣。其實基本上我明嘅，即係每次演唱會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嚟嘅，
對每一個歌手都，對一個表演者應該話每一個表演者。但係我盡量講真啦，我係會有啲反覆，尤其是啲飛賣得咁好，我係會緊張嘅，即係覺得唉驚，即係會驚驚，忽然間覺得嚇自己做得好唔好㗎，會有呢、這個有呢啲時刻。就好彩嘅，有時有啲人會鼓勵翻我啦，即係或者喺街度都會哇好難買啊呢啲飛咁，即係就會提自己，其實唉唔使諗咁多。有時真係人做人真係諗得太多咧，就諗多咗咯，就會去咗個負面嗰個位咯。但係唔使咁，我好彩，好多人都好錫我咯。咁所以係咯，我有信心做好佢嘅每一場。